这边也是国民党哈也要进来，现在去出去也是国民党，你叫我们要何去何从？他说对藻礁的真正的破坏是污染，我要强烈的抗议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面对藻礁，意思就是说我工程这样的方式破坏它不是严重的，但是这些工程它是真正的把所有的栖地都挖掉，就是把这里的生态他们要住的家给破坏，这是完全无法回复的。未来会逐步朝向建造核能发电，核一核二也要除役，所以呢这个北部地区必须要新增这个机组，要新增机组的话，现在以中油的供气它只有一部分可以供气，预计这个大安电厂它完工以后还可以新增供气量，大概可以增加供电137亿度、啊、那这个电量大概有多大呢？大概相当于台北市一年85%的用电量。好，那这个减量呢跟煤来比较，大概一年可以减少600万吨的这个二氧化碳。那这一次在外推之后呢，再把这个工业港再往外推455，那刚才有提到说在外推，那在外推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好处？除了刚刚有提到的不浚挖不填土，没有凸底效应，就不会造成白玉藻礁区的淤积，也不会造成冠心藻礁区的侵蚀。